疼肯定是疼啊，但是我觉得相对于就是从汶川地震当中出来以后，对相比起那种疼痛的话，我觉得这种就是更能去鼓舞我的人生。在接触到坐式排球的时候，因为我看到一帮的残疾人把一个球能够在空中这样来回打来打去，然后因为这样子在而去为国争光，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舞台。不管是一场马拉松也好，或许说以后今后的这个人生，对，因为不可能你一路都是走得很平坦。你经历过这些大赛的这些洗礼了以后，你以后遇到的任何问题，我觉得都不会成为问题。当时受伤之后吧。心里有很多不甘，包括有很多遗憾，因为自己有很多梦想都没有办法继续实现了。感觉自己的人生能重新就是按下这个播放键了，确实能，也许真的能像这个金牌一样闪耀。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站上世界舞台，为中国争光。